大家好，今天是2018年的9月23号，明天就是中秋节了，祝各位中秋节快乐。今天要谈的是这一颗，它上面有两个头，所以现在变成要取决说我们到底要不要先把一根一个头给拔掉。我现在把摄影机往下降，让各位可以清楚的看到。现在问题在哪边？两个头它长得很靠近，那如果我把其中一个头断掉的话呢，养分被抢走，它长得不漂亮。所以我们现在呢，开始想，开始看，看看该从哪边断它。因为它现在目前每一个小苗那个小丫头呢，都已经有了三个叶子，如果断下来，基本上它还是能够独立生存。跟各位解说一下，这边这个丫头它是1、2、3，另外一个丫头另外一个叶子很小，这个呢它是1、2、3、4。如果是你，你会打算怎么拆？好，我分析一下，我跟各位解释一下。以这个芽头来讲的话呢，它全部三片叶子的大小呢已经胜过这个，但是它呢，它是有四片叶子，所以我认为拆这个呢会比拆这个安全。因为这个呢，它的叶子只有这一片是大一片叶子，其他都是小叶子，如果拆下来的话，它极有可能这个就烂掉了。那拆这个呢，它还可以活。拆吧。感觉好像有点恐怖哦。从这边看看。这边还可以看得到。几乎两个芽头长在靠隔壁耶，特讨厌的，怎么这样子长呢？看了以后呢，这个要留，这个要拆。原因很简单，这个留它活的机会比较大，这个拆呢挂了就算了。好了，我把它拆下来了。为什么说它要拆？你可以看得到，它其实从这边侧面看得出来，它其实是依附着这个上面的。好，祝它早日长大。大家好，今天是这一颗。这个的问题呢，在于它根部呢发展得很慢，几乎就是没有根了。再来呢，上面的叶子已经冲出来了，所以呢得重植。预计给它换一个小的杯子，
基本上整个操作呢，就是原来下面的根发育的不是很好，但它中间段的根已经出来了，可是上面呢，它的叶子都也都出来了，所以我们现在的操作方式就是下面的土不要太变动，还是把它放下面的土，上面呢把它添一些新的土，让它把上面的根引出来。另外要做的就是，因为它现在下面小苗呢已经出来了，所以我们这个叶子呢就不需要留那么大。这么做的目的呢，这么做的目的呢，跟各位解释就是说，我们在逼迫下面的根跟苗快速长大，因为这个叶子已经非常老了。如果不让它强迫式的话呢，这棵可能会保不住。接下来是这一棵，这一棵呢就好玩多了。为什么说好玩多了？因为呢，越是有毛病的植株呢，对我来讲呢，挑战性就越高。好，先给各位看一下它的大致情况。没精神，软烂，然后呢，检查以后呢，还是有根本。基本上对于这种呢，我们的处理方式呢，要把原来的老的叶子呢砍掉，根呢暂时先不要动它，看能不能发出新的叶子出来。因为你必须要在根跟叶子中间做个取舍，看是要先从发根还是要先发叶子。以这棵来讲的话，我们先把它拆开。这棵是悬垂堇，我们先把它根给裁掉，给各位看。各位有没有注意到，其他的根根本都已经丧失了功能的，所以它现在目前的养分只是吸收原来这叶子里面储存的养分，对它而言，它在等日子，over。这边总共有三株，我的做法，先把一些老叶摘掉，当然不可能每个叶子都能够留得住，但是就是大致上你能留的就留。虽然我们已经放了那个叫做陶浸酒啊、赛树胺啊，可是呢，毕竟农药在跑的时候，像这一只植株来讲的话，它的农药根本送不上来，所以呢，上面的虫呢，也就是说我所谓那个我们讲的根本呢。对他来讲，他没有被农药给伤害到。这要闷闷看的，能闷到了就捡到了，闷不到就算了，没办法了。
给各位看，这根都已经萎靡到最上面这一段来了，难怪它整棵都完全没有精神。这再等也没用，因为它恢复不了。好了，我们把这三颗呢大致处理一下。那我们现在呢，朝向用重新发根的动作来发动作。对了，我再跟各位解释一下，由于我们刚刚在处理这一颗的时候，我有跟各位先前有先讲过，你要考虑你是要先从叶子开始，还是要先从发根开始。不管怎么做，你一定只能够挑其一，而不能两个都挑。原因很简单。从发根，养分从上面继续抽下来到下面去发根。如果说要重新发叶子、长叶子的话，把叶子通摘掉，从下面你的根必须要存在的，根是 OK 的。可是我们刚刚在拆开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已经发现到我们的根是烂的，已经萎缩掉了。所以我们只有一个步，只有一条路，把根断掉。从上面开始发，从上面供给养分，让它发根。一旦它根发出来了，这棵就有救；如果根发不出来，这个就没救了。这个杯子，大家应该都蛮熟悉的。好，用这种杯子，当然你不一定用这个牌子啦，当然可以用其他的牌子。好，给各位看一下，我们就是这样挤挤的把它挤在里面去。就这样子强迫它发根。再下来是这一颗。感觉它的根部有问题，有长新叶子，可能要采一些老叶子或者是分芽。我们先把它退出来看看。下面有些老叶子。这颗应该也是悬垂堇，还好
它下面的根还 OK，只是太多扒在一起了。目前看来是没有根粉。虽然有些花友说啊，悬垂剪是不需要修的，可是我觉得应该还是要修。目前这样看，它的长势还可以，就是感觉根部好像不是很好。我们把它的下面的盆子放大一点。我们暂时这一株呢，以先增加它的盆子的大尺寸，然后把土增加多一点。就这样子，先暂时先这样子，因为我们以刚刚这样判断来讲，这一棵它
它的根部并没有很糟糕，它还是能够供给养分，然后上面呢已经撑发了好几个头，所以我们暂时不去动它，看看它能够长到什么程度。再来是这一颗多头密密麻麻，也是个痛苦的处理，不过不拆，这颗可能就只能这样子。拆了呢，对它来讲就变成多个希望，而且现在是最好的时间。我们看出来，它叶子很早就断掉了，结果呢，它下面没长根，大概下面的湿度够，所以从上面呢长出一个小叶子，留起来赚到了。基本上啊，处理这种多头啊很痛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要思索怎么样的拆，怎么样的搞，真的是很累。可是你不切它呢，对它这个植株来讲呢，它很可怜，你看它肿肿的，给各位看，这是它自己长出来的多头，趁这个机会可以好好的繁殖一下。我记得这颗去年在开花的时候很漂亮，所以一定要趁机会赶快把它拆开，可以赶得上今年的开花。
好像在猜那个蛇魔女舍琳娜的那个头发。好，这个先放旁边，等我再拆。这里是一颗，有些叶子可以拔掉。好，这样子单独一颗。其他叶子可以狂繁殖。好，这一盆我们一样给它换大盆。然后呢，等它剩下的如果长起来的情况怎么样呢，再来决定剩下的根要不要留。
我们这颗已经处理好了。哎呀，倒下来了，吓死人了！这样子来讲的话，我们根基本上是没有动到它，所以呢，整个支柱来讲它是无影响的。那有一些老叶为什么还留着？是因为上面这个芽头呢，一个两个有两个芽头到三个芽头，我们大概继续长，目的就是能够采收更多，繁殖更多。再来，我们就要处理我们这些小芽头要怎么去种。那不管怎么样，这边如果能够繁殖出来的话呢，就越来越过瘾。原因很简单，因为这颗真的很漂亮。OK，我们准备。好，我们继续喽。好，这样就是一盘。
绿。接下来是这三颗，这三颗应该是在上个礼拜，两个礼拜前，一两个礼拜前，然后进来发根的。那我现在看它已经根已经都长出来了，所以我们今天就让它做定植。那先拿给各位看一下，哦，烂叶子就不要管了，这个非常的正常。那各位有没有看到镜头上面根长出来了？只要把根引出来，哈，啊，有没有看到这个根已经出来了？这个根比较少，这还可以要继续敷。哦，这根已经引出来了，只要把它引出来，我们就可以来定植。所以呢，它还得在里面再蹲久一点。然后呢，如果待会又有其他要发根的呢，再把它丢在里面。好，先把它密封起来，不要让它的水呢水分跑掉，那会很可惜的。好，请暂停一下。那我们就示范把这个呢发完根已经引出来以后呢，我们要怎么处理。像以这个来讲，它是属于迷你品的，所以我们的杯子呢就不需要太大，30cc 呢最适合。当然你要用 50cc 也不是不行，可以的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三合一介质，当然每个人调法不一样，也不尽相同，不见得每个人都会一样，各玩各的。我这三合一里面呢还有回收土，所以呢算起来算很糟糕的。 OK， 大概是这样子好了，没关系。不要种太深啊，因为这个根才刚出来，下面要让它有一点空间可以根继续往下走。这样子是定植了。那记得虽然它是定植，不过呢因为它的根并没有完全扎出来，所以它还是继续进去闷那个保温箱里面，好，在那旁边候着等另外一个。待会会跟那些刚刚我们要发那个叶插的一起。
这两株完毕了，那把上面的那个枯的叶子把它修掉。好，再来是这一盆，一样是温室里面的，也是大概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了。我们打开看看，可不可以移了？如果可以移，就来给它移一移。可以了，因为根都扎住了。移吧。可以了，根插出来了。这个呢，最少要50cc 的杯子，50cc。原来这个棉线呢，就要抽换掉。来给各位看一下它下面的根系。当然了，有些因为那个怎么讲，因为有些它并不是，等我一下，刚刚没讲清楚的意思就是说，当然我们把根引出来了，那个根并没有完全它发展出来，我们只是希望把它引出来以后呢，我们赶快给它定植。各位在定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个观念哦，因为这个根还没有完整，所以呢你一定要给它闷。如果你不闷的话，你就从这边拿出来的话，很容易失败。好了，这一盆我们已经把它定植好了，剩下的呢就大概再给它一两个礼拜时间，让它根把它扎下去，
就成功了。我刚刚从这个闷盒里面呢找出了三颗可以定植的，所以这个闷盒又空出了一些空位，等待着新的 baby 进来。
好，又搞了一瓶，哎，不对，一盆。种花种的开始胡说八道了。哦，种了半天，忘了跟大家，各位花友，中秋节快乐！今天是中秋节。好，又搞定三盆了。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一盒里面有没有可以拿出来定植的。照理说这一盒里面应该蛮多的。这里面呢，以这颗最特别。不好意思，打了个大喷嚏。这里面以这颗最特别，请各位观看。有没有看到 ？OK。所以特别的呢，我们就要用特别的方式去招呼它。给大家看一下，我们用一个小的杯子，好，是这样子。先放旁边。
第一颗完成。第二颗是这样子，
再来这一盒呢，是我度夏以来呢觉得种的最好的小苗。给各位看一下，都该移了。现在移呢，今年的冬天应该可以看得到花，对不对？我也觉得很美哈，各位觉得怎么样？移动一下给各位看一下，好，我们先盖起来，因为我感觉我的电池快没电了。好了，我又回来了，刚刚弄一弄竟然没电，所以呢只好把电池换好了，我们再来继续努力。角度不太对，换过来，大家可能这样看不清楚，来，这样看得到了吧？以这里面来讲的话呢，除了这几颗还要再待在这里面以外，其他都可以移了，而且都很 OK。 来，我们把镜头挪近一点，其实我蛮喜欢看这个的。哦，这样够近了，来，拿近一点给各位慢慢的看。我真的很喜欢这一盒子里面的，很舒服，很翠绿。好，我们开始了。由它开始吧。
好了，我们第一盆做完了，做完了是这个样子。我们把这一盒端开，在做的时候呢，各位才能看得到我在干什么。像刚刚那个呢，弄了半天，各位大概只有听到哐哐哐哐哐的声音，也不知道在干什么。有些小小颗的就暂时还不适合移啊。之所以现在要赶快移的原因，就是因为秋天已经过了，再来呢，冬天马上就到了，非洲堇的大长时间、发育时间呢就到了，它们会很快的长，长得非常的快。你这时候让它有一个舒展的空间，它马上就发育出来了。OK， 是不是你呀？我看一下，好，就是你了。太矮了。好了，第二盆也弄好了，我们放旁边。And， 你谁第三呢？你吧。看来我明年的度夏要改了，今年的度夏好失败。
第三盆弄好了。这个排名第四吧。第四盆装好了。
六盆。哎呀，刚刚好像一个小苗。好，你不要动，放在这里好了。这个可以出来。第六盆，有些实在太小了，就真的不适合拿出来，继续躲在里面吧。尤其拿出来啊，水分什么都很难控制，很容易就挂掉了。
第八盆呢，第九盆，好过瘾啊！再来是他。
好了，剩下的呢就暂时不去动它，挪一挪就好了，我们暂停一下。现在这边呢，我们要给它稍微做一个移动一下，因为空间很大，所以我们要把它稍微调整一下，让将来新的进来的呢有位置可以住。几个位置呢就不要动，好了，这边就空了很大的空间，如果再有不小心断的叶子呢，就可以住进来了。OK， 现在要打开这盒呢，也是闷了很久了，现在呢就时间到了，要让它出来了。这一颗可以出来了，好吧，我们就一颗一颗的。先给它薄薄的一层土吧。
大家好，我又回来了，我们继续吧。好，我们继续咯。
好了，谢谢各位了，我们弄到最后了，今天终于结束了。好，祝各位中秋节快乐啦！哇，今天弄了很多盆，好，拜拜。